香港西九龙有铁路、海滨、商场的优势，南昌站的维港汇值得一提。525尺，两房紧全，有海景，入门有少少玄关嘛，一个长形的厅，都是有一个露台啦。然后呢度仲有气窗，望出去都是桥景和海景。身处在30楼，方向就向西，景观就不算一望无际，但系都叫做开扬。直厅的设计摆位都 OK 嘅，系窄身咗少少。向前行是长形的厨房，曲斜形的柜。台都是有三扇窗，最主要望翻南窗嗰边，同埋呢缝墙 book 得佢又有做 open kitchen， 咁度就一间细嘅睡房，景观上都 OK 嘅，浴室都好企理，最主要有窗嘅。主人房就偏细，有我另一个露台啦，望出去景观都 OK。呢啲单位大概卖紧1300左右，你哋觉得发展商有冇买贵到？